5年前的今天，我们在云林，轮背开始落的雨，行到大陂就停了。无心情休假的10月10号，咱为空阿寮出发，用84天走遍台湾每个乡镇，落山风、西北风、烧烫烫的点仔家。几年来，几十万人行街头、游行、清援，我们站在街上，受人冷眼，被喷水、架离。为着保护家园的安全，为着要让囡仔会当阁看到蓝色的天，会当啉的水、清气的土地，终点煞敢若愈行愈远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一样。这几年有时候失去动力，真的没有力气再走出来。没有人需要被责怪，但是这一次，老朋友啊，只差一步，每少一张票，都可能让过去的汗水、泪水白白蒸发。我们已经挡了这么久，怎么能让他这样闯关？我们怎么能甘心甘愿看到他继续运转？安全没有色彩，为了我们自己，为了下一代，这一票盖上不同意。